在三年前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就是戈尔先生的纪录片，叫《不能忽视的真相》。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挺受到震动的，然后也是开始知道和了解地球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，对，然后全球正在变暖。那所以当时就在想啊，那作为一份子可以去做一些什么，对，所以在那一年也是很有缘分的，然后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驻华代表马赫利先生就认识了，然后我就跟他有了一些交流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共同成立了那个就环境意识的推广，那名字叫 Our Part。Our Part 就像名字一样，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去贡献我们的力量，叫那个我们的贡献。那我们大概成立了那个在今年是三年了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现有的媒体平台，比如说杂志啊，然后网络啊，然后和搜狐。这边不行，两面呢，你这边网上，就是让大家都共同参与的一个方式，会去和那个保洁一起回去做一个21天的一个那种实验，对，然后和那个搜狐也会去发动一些普通人的环保梦想，就让大家都参与到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活动里面来，对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互相交流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从个人开始做，对，因为这个地球是由每个人组成的，然后最主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节省的生活态度，对，然后不要去做没有必要的浪费，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节水啊，节电啊，然后在中国你就不要用一次性的筷子，然后不要用塑料袋，然后最好是能够自己带水杯，然后出门要拔插头，对，然后要那个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纸啊什么都要两面用啊什么的，就是很多关于这些日常生活的小细节，我觉得开始做，然后齐心协力就不会晚了。